今天我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师大的各位能讨论一些事。其实我现在很关心的就是世代交接，就是我们这一代交给你们这一代，到底是怎么样的地球，怎么样的世界交给你们这一代。在过去的300年之内，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就是以前我们是靠阳光、靠生物质的循环，人类发展下来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机械，发明了很多机械，很有效率的。那就在地上发现石油、煤矿，就从地底下挖啊。结果呢，我们慢慢的在300年之间脱离了大自然，脱离了太阳。我们以为人定胜天，我们可以真的是地球上的主宰。不过这样走下来，我们今天会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把这个地球体系做那么大的改变，这改变的方向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危险到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他们的下一代生存就会成问题的。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这个增加。你知道这个，我们在公元2000年以前人口很少啊，即便到了这个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15亿人口在地球上。但是在短短的100年之内，人口增加到60亿。今天有多少人呢？72亿。联合国在预测2050年那个时候啊，人口会是97亿、96亿、97亿左右。人口增加得很快。在1950年那时候的人口是25亿。科学家说这个地球可以非常舒适的养活25亿人，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慢慢看到这个很多资源在被剥夺，而我们这个生长的方式是不永续的，饥饿会是常会发现的事，但是人口到了五十亿、60亿的时候，我们这个环境的变迁就变得很严重，就是今天我们在面对着的。当然，人口增加这么快，是因为科学的发达，我们环境改善了，医药进步了，像抗生素或者是疫苗，使大家能够活得更久、更长。当然，活得更久、更长，即便你多活了25年、30年，人口的增加也不是这么快的。小孩子死亡率减少了，我们上一代生很多小孩，希望我们的小孩有一些小孩，将来你长大之后，你年老之后啊，会抚养他们，所以人口就一直在增加。台湾已经不增加了，台湾在减少。但是印度、非洲导致这个人口增加的非常快。除了人口增加之外，有一样事情是我们的消耗在增加。化学家合成了很多新东西，经过自动化的生产，很多新东西变成大众消耗的东西。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人口增加了4倍，20世纪人均消耗增加了2倍，所以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之内，就上个世纪，我们总共生产消耗的量增加了8倍，而这个8倍，当然产生很多的污染，我们就开始影响我们的环境，所以你看。随着人口的增加，
产品的大量制造跟消耗，我们对地球上开始有很多冲击。这些冲击你可以看到，就是尤其在过去的50年之内，我们看到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在增加，甲烷的浓度也在增加，温度也在上升，慢慢的在上升。这里如果你看洪水的话，从1850年开始啊，一直在增加，最近台风、极端气候都在增加，海洋也在发生变化，物种的多样性也在消失。这一切啊，是在过去的50年之间发生的，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是在影响地球，影响地球。有两样事情对我们的生活会马上会带来很严重的影响的，一个是温室气体带来的这个温度的上升。如果我们地球上没有温室气体的话，阳光可是光线进来，地表的温度比较低，红外光线出去了，这个平衡点会在-15度左右。今天地球上的温度平均温度是20度左右，是因为有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是我们红外线的辐射被温室气体吸收之后啊，它又有些辐射回来，就不能到宇宙。但是随着温室气体的增加，地球放出能量的这个能力就减少了，结果温度慢慢在上升。这个温度的上升，你们大概还记得2007年国际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就提出了一个警告，如果我们让温度继续上升的话，我们生活的环境会有那么大的改变，我们恐怕会碰到很大的困难。美国的副总统 Gore 那个时候也讲同样的话，所以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给 IPCC 跟 Gore 一个组织，跟 Gore 这个人。那个时候科学家的提法是有一点不幸的，他说是我们不能让地球的温度上升到2°C， 2°C 这是有原因的，但是好像没有讲清楚。所以很多人说，哎，李教授你为什么这么小气，2°C 我早上睡醒到现在温度已经上升5度了，春夏秋冬一年差几度啊。你如果在蒙古的话，冬天是-50度，夏天到40度，一年差90度，你还斤斤计较说2°2°是干什么的？哎，他这样讲是目前为止啊，很多人对温室效应不太重视的一个原因，就觉得2°没有什么了不起。住在北欧的人说，哎，如果上升2°，不是就像住在台湾一样很好，不是吗？这并不是很正确的说法。地球是一个有机体啊，如果我们说以一个人来看，我们平均温度是36.5度，上升2°到38.5度，我们都会说，哎，我病了，我不能到学校来上学。如果我们的温度上升4度，44.5度，医生一定说你有生命的危险，一定要把你泡在冷水里面，有时候还加冰块，希望温度下降。其实啊，随着温度的上升，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海水蒸气的蒸发，那大气里面蕴藏的水蒸气的量增加，也就是蕴藏的能量就会很大。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台风是水蒸气的凝固释放的能量不放出来的，所以随着温度的上升，水蒸气增加之后，极端气候就会变得非常严重，而这个是
不是一度两度的问题，0.5度、0.4度就已经看出很严重的效果。所以，我今天如果说我们对环境的变迁、地表温度的上升是威胁我们最大的，最近 IPCC 经过5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报告，他们说以前说2度，正负二，现在他说可能是从1度到3度，到这个世纪的结束的时候可能会上升到4度左右，是很严重的，是很严重的。如果你们同意这个观点的话，哎，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最近你们看到非常严重的事，不是吗？菲律宾的海燕大台风，它风速达到每小时300公里，这种台风以前没有看过的。我们如果看台湾，在台北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里台风过境，3天里面下了2公尺的雨，大家还记得吗？这住在台北的人还记得，你往上看，好像楼上有人忘记关了水龙头一样，水一直下一直下，台北都淹水了。但是你如果看2009年的莫洛克台风，那是2天之内下了2公尺的雨，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哎，最近这个密集的降雨啊，这4个小时里面降80公分，这个是越来越频繁。台湾在处于亚热带地区，面临海边，以后急降雨、台风是会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大家看到海燕大台风死了10000人左右，莫洛克台风是死了大概600个人左右。这个事情大家以为哎，这是偶发事件，100年来一次，但是为什么100年来一次的几乎过几年就有一次呢？最近那个有一个科学家叫 Smith， 跟他的 coworker 重新对温室气体做了研究之后，他的结论是，其实这个温室效应带给全世界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严重。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让温度上升到2度的话，极端气候带到这个断层的可能性已经是不小了，不小。刚才讲的这个气候变迁已经超过我们的安全的值，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也已经超过了，氮的 cycle 这已经也是超过了。所以目前我们的情况不好，不好的是因为很多事情在增加，但是呢，像气候变迁、 biodiversity loss 这两个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已经超越界限。我刚才讲的是我们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但是今天我们也正在消耗着地球。我们地球上的很多森林或者是海里面的鱼都是经过好多年之后达到一个 steady state，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要靠阳光提供的能量做生物物质的循环，生命的现象就在地球上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今天我们在消耗的东西啊，是太阳在地球上能够替我们循环制造的1.5倍。所以你们大概也不会奇怪说为什么雨林还是一直在消失，海里面的鱼，记得2次大战结束之后，1945年，英国的一位生命科学家 Huxley 很有名的，他就站在海边看着大海说：“汪洋大海里面的鱼，人类是不可能把它吃光的。”哎，我们现在已经吃的
在台北的桌上，前一阵子还有极地鱼到北极、南极去抓鱼，抓的鱼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像 tuna 已经越来越少了。智利的这个 seabass 也是受保护的，哎，我们是真的是在消耗我们的地球，好几百万年。太阳替我们建筑的这个生态环境，我们是一直在消失，一直在消灭。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就是我们的地球是过度开发的，过度开发。那么常常我们说，已开发的国家，像欧美的国家，我们是初步工业化的国家，还有一些是开发中的国家，这些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地球过度开发，你如果看美国、欧洲的消耗，看台湾，我们人均的消耗，我们说这都是过度开发的社会、过度开发的国家。我们今天在这里一直说要赶上美国的 GDP。毛总统讲的竞选的时候，我们要赶上美国的 GDP， 行不通的，行不通的。但是你如果跑到斯里兰卡，哎，很有趣，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在南亚里面被评定为社会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我最近到斯里兰卡，他们没有高速公路，都是两线路。车慢慢开，绿油油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只有 0.6 公吨，我们是11-12公吨，我们是比日本的9公吨高，比欧洲的国家都要高。但是你如果到斯里兰卡，他们都会说他是 developing country， 还没有发展。哎，什么叫做发展呢？当然盖了很多飞机场，盖了很多高速公路，很多车子，他们就是开发的国家。这不对的。20年前，挪威的总理叫 Brundtland， 他组织一个委员会，他说我们人类要永续发展的话，我们这一代的人要满足这一代人的需求，但是呢不应该影响到下一代的生活，他这么讲。但是你如果到非洲，你问年轻人说你基本的需求是什么，要满足你的需求，他说肚子饿，我没东西吃。你如果再回到美国，你到洛杉矶好了，你看一个年轻人说你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他说要一部汽车。我在洛杉矶没有汽车，我怎么能上学呢？我们只能去买东西吗？他也会说我是无奈的。我们的社会就变成这样子，他生活在洛杉矶就是没有车不行的。所以有一个非洲长大的人走路上学，他表现得不错，他就到洛杉矶去留学，马上一个人啊不产生二氧化碳的，一到洛杉矶之后就开始开车，一个礼拜开了一个油箱的油就花费掉了，一个油箱大概有40公斤的油，把它烧掉之后产生100公斤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从这个排气管里面，说你一个礼拜啊，把你自己的重量的2倍的二氧化碳从排气管里面喷出来的，你知道你多脏吗？他说不相信，哎，就是这样啊。不过他们社会就发展成这样，我们也是跟着在走的。所以他说年轻人说我无奈啊，很无奈，我们的社会就越来越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地球已经过度开发了，那我们就要丢弃这个什么叫做开发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开发中的国家，这些观点是不对的。
但是你参加国际会议，常常欧洲、美国的科学家就自以为是的说：“你们好好的研究科学，你们跟我们走，我们帮你们要 capacity building， 慢慢的你们会跟我们一样好。”如果全世界跟美国这样走的话，我刚才说我们在消耗1.5个地球，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全世界这么走的话，要消耗到6.5个地球。这里应该可以提一下，印度在1947年独立的时候，甘地就说了，有人问说，印度要经过多少年才能跟上英国人的生活水准？甘地就说，英国这个国家把全世界当作他们的殖民地，过这种生活，收割了很多资源。如果印度要过英国人这样的生活的话，要有几个地球来供应我们的所需呢？大概至少要3个地球才够啊。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很多观念是不对的，好像一直要生产消费，消费的越多好像社会是越进步的，但是不对的。我们是过度开放的世界，我们吃的东西很多都是靠花粉受进来的，尤其是水果啊，这些蜜蜂消失了，蝴蝶消失的话，大概我们的食物就会减少1/3。另外我们知道吗，我们吃面包，你啃面包的时候以为这些面包都是阳光经过光合作用提供的，这个麦制造面包给我们吃的，这种想法不一定完全对。面包如果没有化肥，没有化石燃料制造的肥料，产量会减少30%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吃面包的时候是阳光给的，一部分的能量是阳光给的，大部分，但是30%的能量是化石燃料给的。所以有一天我们走入这个低碳社会，不靠化石燃料的话，我们面包就变成有机面包，小了一大块。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话，我们食物 又少了，这么多的人口能够生存吗？不可能的。我们也知道海洋里的很多鱼是靠珊瑚礁在维持的，住在海边的人大概有3000万人是靠这个鱼在供给这个蛋白，但是最近珊瑚礁遭受破坏，污染之外，酸度一直在增加，珊瑚礁在减少。这个菲律宾的海边鱼越来越少了，不久啊，很多渔民就用氰化钾、酸奶去毒鱼，就鱼就飘上来了，那小鱼都死掉了。这最近情形很严重的，以前海边靠渔获的已经没有了。台湾也是一样，是吗？西海岸都抓不到鱼了，很多渔船除了远洋渔船还在抓大鱼之外，也抓不到很多鱼。所以我们这样走啊，我说我们的孙子辈的人或者他们的小孩可能不会原谅我们，就是我们毁坏了地球跟他们的将来。去年我到里约热内卢参加里约加20的全球环境的会议，里面外面很多人在抗议说，为什么国际间不能有一个协议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我们来带动一个改变，为什么？我就在想啊，50年之后里约热内卢的会重新再开的话，一定会是年轻人坐在下面
年老的人在上面排排坐，年轻人一坐，哎，你们这个上一辈的人，你们是有机会把我们的地球带到更好的境界，但是没有努力，使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也看不见将来了。这事情不是在说着玩的，最近已经有年轻人在，是加拿大，已经在控告政府说为什么政府容许这个空气变得污染。大陆这二十年开发发展的结果，你也看到污染是多么的严重，它不但排放二氧化碳，它污染变得很严重。最近像上个礼拜，他们的污染经过东风吹到日本之后啊，东北风就卷到台湾来，让台湾整个受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发展的模式要改变过来。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发展的模式，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这里面天天在上学学习，准备考试，做了很多作业，但是你们也应该花一点时间想想看，你们担心你们毕业之后是不是找到职位之外啊，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会严重的影响你们的。但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政府、民意代表好像并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在想这方面的事，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好好的要掌握你们自己的将来，我们要转变，我们真的要改变。所以如果说好，我们要改变，我们年轻人不走这个老人家走的这条路，我们要开始改变。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带来改变呢？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很多问题是全球的问题。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影响我们，影响全球。大陆的二氧化碳也是一样的，会影响全世界。这个是全球的问题，但是目前都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在竞争。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提升国家的竞争力，是我们要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这几百年来我们社会的发展模式就是工业化，就是工业革命之后我们要工业化，产生很多廉价的产品之后啊，要在世界的市场上竞争。日本最先发生的，他们学欧洲，好事不学坏事倒学到了，他就想把亚洲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发动战争。后来韩国、台湾都一样，就是工业化，大量制造销毁到国际市场里面，结果大家在竞争，而共同的问题是没能解决的。去年纽约的会议里面，一年前开始讨论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联合国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参加的，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反对的，他就从建议里面划掉，建议里面划掉。结果到纽约会议的时候啊，好的建议都不见了，无关痛痒的事就留在下面。所以去年的会议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就是事情变得这么严重，而没有人做，没有人做。刚才我讲这个全球的问题是要全球来对应。第二个，我说我们今天走到这个阶段，是因为三百年前工业革命之后，
我们脱离了大自然，我们也脱离了太阳。三百年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太阳供给的。即便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小学刚上学，七岁，盟军轰炸，我们躲到山上，没有电，过了一年半的生活都是阳光给的，在地球上成长的，我们就用。到今天，我们说不行不行，不能继续烧这个化石燃料，我们要走入低碳社会。走入低碳社会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靠化石燃料，要靠再生能，大半的能量都是要太阳给的。太阳给的能量很多，一小时照耀在地球表面的能量，也相当于全人类社会一年使用的能量。只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之内，由于廉价的化石燃料，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利用阳光。台北天热了，只把冷气机开了，里面就冷了，外面更热，冷气机用的电更多。但是只要有廉价的能源，我们就这样发展下来。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改造改变的话，我们真的要回到大自然，要回到太阳的怀抱，这一点是要做到的。另外我刚才也讲了，我们过度开发，消耗太多，人口增加四倍，在上个世纪消耗增加两倍，总共增加了八倍。我们如果我们的消耗不减少的话，我们的制造能源的消耗也不会减少的。所以我们要学会以比较少的资源过更好的生活。有时候是有选择的，你如果城市的规划好一点的话，不要每个学生都住在新庄，开着机车就拼命跑进来，大家学校附近有宿舍，走路上学或者是骑自行车，能源会省很多。我们也不要每样东西用了就丢，用了就丢，能修的就修。做的东西应该是经久耐用，而不是高度的消耗品。个人化的消耗会要减少，所以我们的消耗一定要减少，而消耗的减少，物质的消耗，能源的消耗的减少，并不代表我们过的生活就不那么好，不一定的。我们的享受不应该是只靠物质的享受，文化的层面提升的话，我们确实是能够以更少的资源过比较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节俭的。我如果说要节俭的话，很多经济学家说不行啊，你们大家都那么节俭的话，你不消耗，那经济一定走下坡。哦，这个是经济要改的。我们以前在人类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人类社会的开发发展就是我们消耗着地球的环境，是我们发展下来的。你如果在一个国家热带雨林的砍伐，你砍越多木材卖越多， GDP 会增加的。所以你说 GDP 增加，还别的指数，环境的指数不管的话，地球一定是沉沦的非常会很快的。所以我们要改的是要消费的模式要改。衣服有时候你会喜欢穿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可以轮流使用，不要用了就丢，用了就丢。另外一个是 control population explosion， 人口的爆炸不控制的话，我想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事啊，不
回归他人的怀抱，用再生能这些努力都会变成泡沫。20年前，世界的有55个科学院开会，那时候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人口不控制，所有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所有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大陆的一胎化在这方面倒是有很大的贡献，人口的控制有很大的贡献。当然他们也面对很多的问题，最近他们要宽松，说一个家庭可以生2个小孩，很多人也担心，但是我说没有关系，如果有人结婚不生小孩，有人组织小家庭生2、3个小孩，平均人口不增加就好了。去年在纽约真理鲁的会之前，很多有世界100个科学院组成的 Inter Academy Panel 再度提出这个人口要控制、人口要控制的问题。但是人口不能控制的国家，印度、非洲，他们有些共同的地方跟我们上一代一样的，我父母亲生那么多个小孩，他们这一辈的人都生了很多小孩。那时候没有全民健保，这个退休金体制度也不好，所以他们都希望说多生小孩，所以那个时候生小孩啊，你讲后面啊，好命的人啊，生那么多小孩，因为其中的小孩有一个人会很赚钱的话，你年纪大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印度最近他们的产业的发展都是靠软体，所以印度常常说更多的人、更多的头脑更能开发，对世界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他们忘掉了，企业家想用脑力开发的同时，他们消耗了多少，他们对环境有破坏有多少。非洲目前也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保障，小孩子剩很多，小孩子夭折的也不少。所以我们知道人口的控制，如果我们不给这些国家的人基本的生活的保障的话，人口还是会继续会增加。我们如果在台湾人口下降，我们做一个典范，就是说人口可以下降，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有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不然的话，你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年轻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刚才说台湾现在诞生的小孩一诞生下来就负债90万，负债90万就是培养，就是奉养上一代，都是退休金借来的很多钱。人口更少了，剩下的小孩会负债150万，更多。这里面我们有很大的改变，就是人口老化。是啊，人口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在变得很老，但是如果大家活得健康，能够继续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如果说老人的定义定为75岁的话，哎，我确实是老人，但是很多人就不是老人，应该要努力工作，对社会做出贡献才对的，不要55岁就开始退休了，领了退休金要到处去玩，这是不对的。所以台湾可以给全世界一个典范，就是是啊，人口可以减少，但是我们合理做得合理的话，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但是人口的减少，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努力，怎么样？是老人社区互相照顾吗？这是我们台湾确实要努力的，给世界做个典范。但是最后一项，我们如果没有改善我们的这个平等，世界上人类平等这个观念的话，我们说是要
世界的永续发展是往往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最近我们世界上看到的很多事非常不理想的是财富分配，在拉大腐化也是一直在增加，这个现象是全球化之后很多把地球整个地球当作他们活动舞台的人占了很多好处，在自己的土地上供应的人就常常吃亏，结果在这个差距在拉大。那天在一个私立大学里面有一个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的学费而设施也不好，但是到德国芬兰他们高等教育都是免费的，而且他们的设备也那么好，公共设施也这么好。我说这里啊，就谈到一个社会的公平性，我们的政府税收是 GDP 的13%左右，德国大概是我们的两倍，芬兰更高，他们的很多税收增加的税收都用在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公共设施跟教育方面，所以他们享受很多的教育。但是你如果在学校里面问老师们说，哎，你们应该多交税，老师一定说我们交了，交税交不少啊，谁没有交呢？台湾是财团企业交的税太少了，所以你如果看我们政府的税收啊，都是拿薪水的人逃不掉都在纳税的，但是很多企业都有很多奖励产业的些条例，十年不交税，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是不公平的，非常不公平的。我另一个例子啊，遗产税下降了，遗产税下降的时候我很担心啊，税收政府的税收会少，但是好几位企业的朋友说，远志你不要担心，遗产税下降的话很多钱从会国外，台商的钱会从国外回来的。哎，确实他们讲的对啊，国外的钱回来了，回来之后钱到哪里去了呢？都到房地产，都到房地产，炒土地炒房子，结果台北那么多空屋子。中研院20年前很多吸引很多回国的学者，一平房子10万块钱就可以买，那时候的薪水节俭的话大概5年4年当 payment， 很多从宿舍就搬到自己的房子里面。这十几年来薪水没有增加，钱回来之后大家投资在房地产上面，结果每平土地在中研院的附近已经到50万60万，你叫年轻人从国外回来，他看着说怎么可能嘛，那么少的钱，除非我们盖宿舍。中研院也在盖宿舍，也宿舍募款也在盖了一些宿舍，但是整个方向是不对的，不是公平的。所以我们一直说要打造公平合理的社会，还没有达到，还没有达到。不只是台湾这样子，世界很多地方是一样。所以我现在讲这个，我说要做一个合理，就是平等的社会。全世界如果没有平等的社会的话，大家不会觉得这个地球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是我们的，我们也不能够很努力的说为了我们的改造好好的努力。前几个月我在日本开会，日本是大地震之后啊，很多灾害，有个德国的代表他来说德国要停止原子能发电。为什么？不是地震，德国不怕地震，他提到的就是他们觉得不应该把核废料不容易处理的东西留给下一代，这是这一代对下一代的良心。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
谈到我们这一代承受的地球不那么坏，但是我们交给年轻人的这个地球是惨不忍睹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啊，我们不能跟着以前人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很多人讲的都不一定有道理的。你看到有时候企业界为了利润，他做了很多事情是我们老百姓受苦的，环境的污染，重金属的污染，所以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现在是很严重的。我在这里要非常沉痛的告诉各位的时候，我不能站在这里说你们有美好的未来，我不能这样说的。我说我们交给你们年轻人的地球是不理想的，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跟全球的所有的有良知的人一起努力，要改造我们的社会，要制造公平合理的社会，我们不能这样继续走下去。政府不能说在这个航空城国光石化我们都出来反对的，这是走错路的。政府应该花钱在怎么样使产品更有效的使用，更少的能源，使大家受更多的福利的这些产业的方向去努力。十年之后等大家觉醒过来走入低碳社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社会是太落后了，没有努力的。以农业来说，台湾现在农产品的供给率只有32%，美国人会说台湾是了不起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人均美国的农产品消耗最多的就是台湾。即便日本比较寒冷的地方，它自给率是60%，我们只有32%。政府一直认为农业不重要，因为 GDP 只占4%、5%，但是农业很重要。再过5年、10年，极端气候会使农产品下降。联合国说2050年人口会增加到96亿，因为食物的改善、营养的改善，食物的需求需要增加80%。但是做环境研究的人说，食物农产品的生产会下降一半，是要两倍吗？是一半吗？世界一定会乱。我们一直把农地变成工业地，一块大块土地是休耕的土地，这方向都是不对的。我们要真的要改过来。我今天我严肃的谈了这么多话，只是要告诉年轻的各位，不要相信年纪大的人讲的说明年 GDP 会增加3%，会更好，不要相信这些。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只有年轻人觉醒过来来改变。我那天在某一个大学演讲的时候，有大陆的学生在问说怎么改变，我说我们如果相信民主社会，一人一票，只要大家能够选出真正关心大家的有良知的人做民意代表，让民意代表觉得有些法令不对的就修法，我们才有机会进步。所以大家不要好像准备考试而不管社会的事，你不管的话，灾害都会带到你们头上。好，我今天不再多说了，有很多事情可以深入的讨论的，但是你们想想看，你们大家相互的讨论，这条路我们在走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路，但是我们还可以寻找很好的路，很好的路是我们带头改变我们的社会，也可以带头替亚洲做一个好的典范，带动亚洲改变全世界。我们是从这个观点看还是有希望的，大家要努力。好，谢谢各位。
觉得雕塑是可以是任何东西，然后可以是平面的，可以是 virtual 的，可以是很大的，也可以很小。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声音也像雕塑一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啊，这今年换面。台南七股沿海广大的潮间带，养活许多渔民，也是黑面琵鹭重要的渡洞栖地。家我参家提乌那共生，因为家乌那在走，家我开。20年前挡下滨南工业区开发案的七股人，为什么现在跳出来反对划设湿地？8月15日星期一晚间10点，公视我们的导播出《七股湿地风云》。大家好，我是陈信聪，我是这个公视有话好说的苦命的制作人兼主持人。王老师第一次介绍您，麻烦您看着一号机器说声大家好，以后就不用管他们这样。我们这节目主要是在找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了或看到了或是认为可能哪里有问题，我们把问题用一种理性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其实就很无聊了。无聊有无聊的好处，是说你不会把精神放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晚8点有话好说，深入分析。常会有来宾问我说我们有没有脚本，这8年多来我们没有一个脚本，因为我们不是那一种做球给官员打的那个节目，所以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准备才能够及时的去挑战它，所以那个压力就会很大，做得很累，可是希望可以继续做。不同面向的对话沟通都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请拨打捐款专线02-2633-9922，感谢您。对，真的认识我的人，他们其实是，就是我很一贯性啊，所以我做姐妹电台，我觉得也是老天听红人。然后我哪里播报新闻，今晚出现台湾查某注意听，然后那些查甫人就也说，对，咱来认真听，看红的评论在甲咱干交哦。在后尾这种足闭塞的小镇吼，一些密码屋嘛，但是好像就缺乏一家就比较思想性、比较文化性的一个小空间，阅读的空间这样。嗯，结果就足好运的，过3年后，就出现一栋厝。因为伊伫行内，所以任何人要家起，在都市计划法里面都是不可能被允许的。所以他就保存了他的命运这样，那得多点话呢。当我起心动念想要弄一个独立书店，不会错少弄那个空间，那么有灵性的空间，它就出现了一个阅读的、思考的，然后很宁静的空间，让你的心灵可以沉淀，回归到你真正的、最真实的自我。然后把我们在地的这些在台湾社会就出现的文学家、艺术家找回来，哎，让大家看看彼此，哎，这是长养我们的、生养我们的土地，那有这么多人。透过一个独立书店这样的一个承载，它可以去做一个，就是满足这些需求，做一个平台啊。我蛮喜欢整木的，啊，伊即批就是我朋友因早期收的阿里山的小火车整木，细块细块啊，甲咱迄间厝安尼 size 下就对啊。我若伫台北咧唱卡拉 OK， 还是唱迄落，我就先唱布袋的歌啦。
像林松柱啦，像靠爱女性娘啦，哎，我后尾就是报得去，吼，反正就是讲我咧讲讲，后尾就是我讲一句较白话啦吼，较土话咯，放一部赛都咧放个后尾就对了。史的生死对决，物竞天择的攻防战略，公视网络商城掠食世界 DVD， 捕捉自然环境最真实的动物本能，近距离观看猎人与猎物的精彩决斗，展现食物链中最惨烈的一场生命之战。对自己的文化的部分多加的努力，多加的学习。有机会的话，你想回来，学习我们的文化哈，真的很欢迎年轻人真的回来。钻石亮晶晶，好像天上摘下的星，天上的星儿摘不走，不如钻石之黄金。钻石钻石我爱你，钻石钻石我爱你。公视表演厅，8月13号周六晚间11点，钻石亮晶晶林冲演唱会。您现在收看的是公共电视，听见最棒的音乐，看见更好的未来。